啊，谢谢。啊，这边。好。放着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好了，轻轻的放着，哎，放着。投放下去，投放下去，投放下去。啊？投放下去。我好想说你要来帮我。妈妈，投放下去。一直到现在啊，接着。我好那啊，要动脑筋，要点思考。啊，你个人做的，来读书啊。我人这东西也考哎，都这那个。有人脑溢血啊，做做。没了没了。喂，耶！我过来了。哎，这唱歪了怎么办？我现在就这样子，好吧，这样不一定好。我操！我就是你。
头放下去了，妈妈，你头放下去。嗯，头放下去了，嗯，头放下去，头放下去。头放下去。嗯，对，头放下去，哎，头放下去啊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头放下去哦。是假的。刚刚没有一开始就带，对，这个时间很短，没关系啊，还看不太出来有什么效果。拿头吊起来，那你头不要起来，你不要起来，你就睡着，嗯。我不知道他们卖这个的人，他们自己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？他们有做过那个协议流量的测试，真的。嗯，大概用了20分钟，它的那个血液流量流速就大概增加20%到30%，这样对啊，嗯，还蛮厉害的，因为它可以促进你血液循环，你在使用，你的，就是养分吸收啊，或者是血液循环上面就会非常有效率。像我妈这样的话，她到底要带在哪里呢？那她也如果是她的话，她适合用睡垫。睡垫，她就是也是有一个红外线的睡垫，就是可以把它弄成组装成一个这样子。那她如果睡在睡垫上的话，就是整个都会不用。嗯，对。那一个睡垫要多少钱？要问他在网站上找得到吗？可能找不到，因为他是蓝色的。这叫什么东西？有红外线。外表太漂亮了。
头放下去啊。头放下去，休息。我们要站起来。